凯森，晚上好。OK， 好，谢谢凯森跟凯森的妈妈来接受我们今天这个采访。OK，Hello，OK，、okay? okay, 好，来，凯森，请自我介绍一下，凯森。我的名字叫关凯森，我是四年级，我来自吉隆坡格蹦，我在 SJKC Desa Jaya 就读，我上着蔡老师的班。老师想问你们了、啊，你们之前在还没有补我的这个补习班的时候，凯森在数学方面有遇到过什么难题或问题？有，就是他看不懂问题，是吗？哦，看不懂问题，还有应用题不会，就是他在某一些方面就看到他数学比较弱，那就可能就上网找一找，那就看到啊你们的广告。老师帮助了你在应用题方面啦、啊，像最近的 USA 考试，你觉得考多少分？你考多少分？84分。这样子相比之前你考多少？72。之前哪72？你进步了多少分？我进步了12分。这样你会推荐我给你的朋友吗？会。比如讲你会啦，你会怎样去教他们进来？叫他们给数学差的人进来。安静 PM 进来让孩子进步，数学用用题。